出发了。现在呢，就是要去一战元宵晚会的录制现场。我发现我的造型有点不一样，今天戴了一个红色的帽子和绿色的外衣，这就是红星猕猴桃。我们到了。师傅，你专门化做古装啊？是的。哦，那你们戏曲是不是也会？戏曲也主要学对吧？对。哎，那你唱羊啊是什么感觉？我不会唱羊，不会唱羊。哦。唱出来的羊也没有羊。唱出来的羊是。唱出来的羊，人家是羊跟上去了，我还是人去拿个木条在你的背后搞。大家好，我是闪妞。我像地主家的傻儿子。于老板化妆时刻，看一下是多大，然后好修一下。于老板准备时刻。无尽衷肠，还是花絮。衡阳鸿雁归朔天，
上院千灯会，又见人间好团圆。下班了。